苦思苦行是冲破难关的要关，不思不行是对着贫困的关键。又搁声声叹，离别心嘛又搁要触碰，手挂行李不甘放，一边离开又搁三顾盼。苦寒，我的心情干，饮着目屎也是来出干。团圆为着好将来，阿叔，真多谢你，不晓得跟我斗三工，会见阿叔的，你即摆当走。不行的，钟会长，我今麦干那是替小婷做简单的处理尔。小婷先生的空缺未歇，咱要马上给伊送到病院去处理。小婷，小婷，坐下。方思阳，你莫讲啥，咱，什么是咱？小婷的性命将除了我以外，就剩两个囡仔。你早就应该去阎罗王遐报道。我今麦无想要跟你计较，赶紧离开。不用的，我今晚被老爹小天神，我被照顾的。这对我小林的比我更清楚，那么早就卖怪我。好，钟会长，我走，你别冲动。卖冲动！我明早，这世人我无想要阁看到。对袂输乎你，现在做你的选择。我说我让步好不？两个囡仔，你留一个，我煞走一个，你唔才公平。你是咧讲啥？我看你的情绪状况真正出问题啊！囡仔唔是佚佗物啊，伊无家己的想法，唔是你想要哪就安怎。钟会长，小公主是小婷拼性命生落来，无论安怎，我无可能让你家己囡仔抱走。
袂来啊！你嘛袂来！老师呀，我看你有啥物才调阻止我离开。就算我标这个性命，我嘛袂让你家己来抱走。老师呀，这世人你是无才调通赢我。永远拢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张梅生，我袂记和你继续伤害小婷。放肆呀！小婷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跟我抢？我放手。我袂放手，我死都袂放手。为了小弟，我袂放手，我死都袂放手。打好了，两支手拍一支手，够讲未？张伟哲，你要讲未信？好，我来顺你的意，参照你这款本事，就算我一支手，我袂怕赢你。输就好。钟伟哲，你真正就卑鄙！现在情形安怎？你敢有平安？子琪，小婷已经平安把囡仔洗落来啊，恁大家会用得放心。对啊，我即马马上把我的位置传予你，请你紧派救护车过来。小婷有囡仔，需要马上送病院。还阁有麻烦你甲检察官讲，我已经把追踪器放伫个钟伟哲的身上啊，因会当去入医啊。好，我知影。追踪器位置关起来，钟伟哲应该在这附近，切勒搜查。是。靠，
竟然叫总会长发现追踪器。总会长到底是受啥？甲代志不甲安尼，希望卖拖累着我就好啊。李兰，一定这是这个月一笔业务汇报。无即嘛是安怎？啊？公婆安尼清清菜菜扛你就要走，你可以当我好啊？我看你哦，根本无尊重我这个义弟。爸，要无你的代志啊，你会当出去？你拄只是咧大声嚷声，我边的护士，敢无你这款人会凊彩欺负你？爸，我头拄只在教护士，我无歹意啦。免，我的护士真好，唔免你教。啊，无你即嘛是要教伊啥物？是要教伊安怎调包药啊？是要教伊安怎乌钱？对啦，爸，啊你哪会无踮伫厝内好好休困？用着走来，来先坐先坐。我是要来问你，我唔是叫你回去食家己啊？你是啊，哪个占这个院长的位置唔走？方思瑶无死，方思瑶还是院长。爸，我知影我做唔对真济代志，也毋过我对这个病院还阁有责任，我袂当安尼外头就走。妹妹，你嘛替我讲几句话，你应该想清楚，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这间病院在设想。我甲总会长博感情，拢是为着要找出伊搁较侪犯罪证据。你一定要相信，我是无辜的。我袂阁听你讲白痴话，你即马马上要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我唔走，我唔走。你唔相信我清白，我绝对唔走。我就知影你这个笨手，无可能乖乖啊走。你拢入来。张三六，把这个笨手拖出去边门外口，卖给我入来。爸，放开。刚放开我，班长，你别当你走，我来救你。刚放开你。妹妹，你听我讲，大家拢唔相信我不要紧，也不过你一定相信我，我是不够的，你一定相信我，妹妹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柯展宇，我不准你搁踏入我病院一脚步，嘛不准你搁甲妹妹见面。妹妹，你想怎好吗？柯展宇，我不准你搁踏入我病院一脚步，嘛不准你搁甲妹妹见面。妹妹，咱入来。妹妹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妹妹，你倒来，你相信我对吗？你一定相信我对吗？我是无辜的，你一定相信我。妹妹，你倒来。
妹妹，啊，不要去！妹妹，妹妹，你等来，你等来，妹妹，妹妹。辛苦你啊呢，高高作业主人打，上叫皮皮四个乱摸害我过敏啊！你上好是切较清气的，啊那无我只好甲皮皮送去流浪动物的收容所。听讲那边的狗超过十二天无人领养，就要安乐死呢。啊，姐姐姐，我拜托你，请你卖甲皮皮送去收容所，我会好好照顾伊，我嘛会甲涂骹切好清气。你过敏啦，我拜托你啦。你上好保证，莫落一只狗毛，啊那无，就叫那只狗卡死。伊讲我要甲皮皮哦送去收容所，十二天就要安乐死啊！咱了了哭干，爸爸，行行行行，咱甲了了抓回来，唔通甲放下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了了啊！听我讲，听我啊！你怎尿尿啊？你怎么在喊面？哎呀！较清醒，较清醒咧！你就是日时安尼乌白收收东收西，暗时才喊面啦。我听。喊面啦。无啦，人讲母仔囝连心吗？哎，伊即摆一定就是咧用欺负我，唔才喊面去帮着伊，对不？哎呀，恁囡仔囝俩足可怜的呢，咱甲放在遐，恁互欺负哪对伊？囝仔甲带转来，唔才对。你话，听我讲，你放心啦，妈在要开庭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咱就用家家口头尿尿的理由，那个法官讲，法官吼绝对会甲尿尿判予咱，免烦恼啦。佮你唔是讲？连你点么久啊？敢有差一枚？你免烦恼，我足烦恼。袂啦，袂啦，足烦恼。啊，咱顶工啊，毋是有打电话哦，妞妞。啊，妞妞甲咱讲哦，伊即马无甲姐姐倒做伙啊。杜丽峰带去亲家遐住，啊，你嘛知影亲家足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无甲姐姐倒做伙，姐姐就我都靠到伊啊，对不？有，今晚妞妞甲亲家同齐住嘛？是讲，迄阵啊，若无良早，互亲家知影讲吼，迄个阿母啊、妈过家家，拢在苦待咱个囡仔，万免互咱妞妞，安尼加食较济苦，哈，阿免歹命，歹过日子。好啦，我当无代志，困吼，紧困。我安尼哦，足无简单在里面。啊！互你安尼喊一声，安怎着？我即摆困袂去啊！嘿，你安尼失眠了？哎，是毋是安尼烦恼弟弟的代志？一个死囡仔，你咪困困咧，嘛受气，足想要走来甲修理。两个亲家哦，看对伊偌好，安尼甲提拔，结果咧，
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，对亲家做这款的代志，哈？你也看卖，我这个是人还不是人呢？弟弟哦，弟弟都是爬了伤紧，爬了伤悬，才一时间好，却又迷失去。回头个个咧想要一步登天，伊唔知讲哦，那是两只，一步就成仙了，下面就死了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爱人爱己，生一路囝，无话讲，枉费咱一对做爸仔母的苦心。娘，困啦，爱想我做。你是做吧，哈，别惊。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妈妈，小心倒霉，我要转去找的。娘娘，真正无代志啦，你是做吗？爸爸来接，爸爸会保护你，哈，别惊。我要转去啦，爸爸妈妈在倒霉，妈妈我要转去啦。娘娘，娘娘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别惊。我要转去啦。我要找妈妈，妈妈。娘娘，敢不是爸爸做唔对？爸爸是不是不应该听出你，搁甲你饲大个爸爸妈妈？娘娘，我来接啊，我来接啊，好，我来接啊，紧困，来，爸爸陪你，来，我来接啊。拄只情形啊，我拢看到啊。讲开这娘娘嘛真可怜，这么少岁就要承受甲厝内面人分开这种痛苦，迄种个压力啊，唔是咱这做大人诶有法度体会。有时阵啊，咱大人替囡仔安排诶代志，咱认为讲是对囡仔是好诶，啊，不过结果啊，往往拢造成反效果。过去我嘛捌犯过同款的错误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我甲清华结婚，是因为迄当阵你妈妈一直破病，病了真久拢袂好。伫迄段时间啊，你唔呐无人好好甲你疼爱，无人甲你照顾，你顶多爱照顾你精神失常的妈妈。所以后来你妈妈过身了，我为着要弥补你，我就赶紧甲清华结婚。我想要赶紧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要让你有一个新妈妈通去照顾你。结果谁知影，连到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爸，我生的时候状况跟娘娘无同款，我绝对没有别人来靠到娘娘。瑞峰，娘娘现在状况当然跟你无同款，啊，不过你应该也会记，你细汉的时阵。你妈妈精神无好，连你都认不出来。你感觉这么爱，你感觉家己念条条，当时迄个心情，我相信你到即马应该记得真清楚。这是因为囡仔为细汉就开始相处，培养出来亲情。
比什么话更加重要。所以就算讲，你当初你的妈妈教那无好，你嘛是同款无愿意离开伊，对不？即马挂家的人，对娘来讲，都是同款的意思。明仔要三审，我希望永安，你阁好好想一下，到底安怎做，才真正是对娘娘好。说讲你不是人，是鬼，就会使安尼三不五时搞偷看。嗯，啊，你是咧计较啥？啊，不是头一遍偷看啦，敢有这稀罕？嗯、啊，不是头一届，那恁是看几届啊啦？啊，敢袂连我身躯你拢偷看？哎呦，为着你这款身材，有穿衫啊无穿衫，啊，毋拢同款。啊，是讲。你有啥物特别所在，甲人无同，感觉真骄傲诶！你是查某囡仔咧，你讲话哪安尼讲啊，拢未歹势啊！有啥物好歹势？啊，伟弟哦，不管安怎啦，我就是一个真清白的纯情少男啊，你是千万哦，唔通对我有非分之想。你哪知影？我心内咧想啥？啊？喂，你是咧水面哦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这世人哦，我的人生也无什么冥婚的打算啦。也搁有啦，我以后若是结婚哦，千万你都唔通出现。这是你讲的哦，那恁以后就莫后悔。也若无，我让你求我求我足艰苦的。我求你，我求你千万都唔通出现啦。哦，你。我跟你讲啦。我最近真正足无闲的，逐工足侪代志爱处理爱应付的，所以我即马想要好好休困啊。卡叔哦，你若想要爱我替你完成什么愿望哦，明仔载再讲好无？唔好，只要你会当替我完成我的愿望，我就绝对袂过来插你。大波路提拉米苏，你来跟我同款啊，我蛮爱食迄呢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咱两个人连食物件口味拢会合呢。啊，这是不是就是人讲的天作之合，命中注定我爱你啊？哈，来，我亲一下吼。啊，好。我唔管，你是要食提拉米苏，还是要食我的豆腐啦？我明仔载足侪代志要应付啦，我即马无时间插你啦。什么代志？无你的代志啊！你真正是皮在痒哦你！子敬，你明仔载敢有闲？咱做伙去大波路西餐厅啉咖啡好不？广告啦！哈，最好是广告会让你这么欢喜啦。好啊，你若是唔讲哦，我就让你到天光都唔免困。我才无你惊咧，我若是爱困醒来哦，什么时阵哦，我拢困得起。我有超能力哦！敢讲你唔惊，你困醒的时阵，你人无伫你的房间内面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明仔载哦，
就带你去吃提拉米苏。真是的，一言为定哦。一言为定。晚安。出在什么家啊？啊，咱两个就当做伙困啊，困醒了，咱就当做伙去吃提拉米苏啊。歹势啦，你敢有听过这个世间人甲鬼困做伙，人会困得起啊？啊，你讲伊讲，即卖已经这么晚，我一人会惊呢，我嘛唔知要去倒位啊。拜托的，你是阿飘呢，你安尼四界飘的拢会使去啊？还阁有啦，你想看卖咧？假使我若是睏袂去，安尼我就无体力。我无体力，我明仔载就无得带你出去，无得带你出去，你是要怎食个提拉米苏嘞？你看我咧负责。真好骗的鬼。OK， 等我起来时阵再靠你。应该是平安无代志啦吼，阿妈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替小婷处理好工作，嘛替伊做一寡检查，小婷无代志。小婷吼，伊只是伤痛。阿宝宝，我已经送去新生儿加护病房，遐吼二十四点钟拢有护士咧照顾，你会当放心。是啊，阿妈，有嘉士明这个最高层级的医生咧照顾小婷吼，放心啦。是啊。啊！你辛苦啊！为着去小婷母仔囝吼，啊！你家己嘛受伤，还去抹药呢。阿姨，我不要紧啦。其实即摆吼，上辛苦的人是小婷，咱吼爱需要好好替伊做未来。我安心啊！我要既然小婷无代志，我袂让伊留伫个济林病院。我已经替伊找一间真好的坐月子中心，伊马上就会当带入去。小婷。我知影你想要有小婷上好的照顾，啊，不过即马对小婷来讲，伊上需要的，就是需要照顾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袂当让小婷留伫遮，让方思瑶继续接住小婷。秀丽啊，你唔免喊硬着啦，啊，家己想看卖，啊，若唔是思瑶吼，人下性命去甲救，因母仔三个人哪会这么平安着？所以讲吼。思瑶嘛是阮社家的大恩人啊，妈，温情是温情。方思瑶拼命将我的查某囝救了回来，我这个做妈妈的真感谢伊。啊，不过这是两回事。天祥今嘛，搁予咱乖伫个看守所，我若无跳出来做歹人，阮阿母要安怎麼对得起社家的祖先？哎呦，啊，到我伫咧，你咧惊啥物嘿？卡出了啥物代志吼，我来担就好啦。是啦，妈。只是你点点，这件代志就安尼决定。你马上替小婷搬出去。小丽，不管安怎讲，即卖以小婷的状况来考虑啦。迄宝宝是早产儿，爱留点病宜照顾。啊，你安尼吼，明明是甲因母仔分开啊，哪来去顾虑小婷的心情？敢毋是？啊，不过伊，小丽，啊，你唔通袂记，总会找到要你的走路。一定想尽办法咯，来找小婷母仔。这间病院有四药院长的，一定加强来保护小婷的。为着小婷好，请你莫遐固执，好无？对啦，我一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小婷母仔。啊，病院方面的保全，我嘛会加强。检调方面，那边嘛会密切注意，请大家放心。思瑶，小婷，我伫个遮。阿妈，妈子琪，阿囡仔呢？我想要看囡仔，
囡仔伫个保温箱，我带伊来看。嗯。秀丽，呀，来看我的干大孙，哎，不是你的外孙呢。生甲两个嘞，哎呦，我那这尔好命啦！啊，拄阿翁仔这尔古锥，我煞袂去甲翕相啊！我真正是老安尼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有替小婷哦，翕一个宝宝的相片。哦，有影哦。来，哎呦，你看，这尔古锥啦。啊，宝宝这段时间哦，身体较状况较不稳定，拢需要踮伫个保温箱内底，无法度陪伫个小婷身躯边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加翕一个宝宝的相片，等小婷若是思念伊的时阵哦，会用个摕出来看。是啊，你真正做大师妹，啊含这代志吼，你拢想得到。小婷，嗯，宝宝即摆身体状况哦，有较稳定啊。你放心，我特别吩咐护士吼，爱好好照顾伊。啊，你吼要好好啊静养，知影无？嗯。小公主、小王子，恁两个哦，一定要乖乖大汉哦，因为恁有两个妈妈会疼惜恁、爱护恁，所以恁会一定会当做即全世界里底上快乐、上幸福的小 baby。嗯阿妈，妈，无咱就和贾斯敏甲小婷留伫个家啦。小婷即马上需要就是休困，我先载恁转去好不好？不过小婷，阿小丽，即马小婷的身体吼上需要进步啦。啊无，咱做伙转来吼，炖一挂煲汤给小婷啉，吼。啊，对对对，哦，迄做月来吼，我较重要，你知无？迄月来时阵吼，若无好好甲补，迄食落时阵吼，规身躯拢艰苦呢。哎，小丽啊。啊吼，这小婷吼，咱都要好好甲保身体，啊，咱先等下准备吼。嗯，来，快快快，快进来。妈，再见。拜拜，子晴。哥哥，哎，等你身体较好，出院啊，我想要带你，个小公主、小王子离开台湾。到别个国家，伫迄个国家，伊会当接受咱两个人的感情，咱一家四口伫迄边会用个幸福、快乐的过日子，好不？你敢真是已经决定啊？那安尼，你台湾的工作是变怎？这毋免烦恼啊！啊，非得我已经找着新的头路啊！这么紧啊？还是什么头路啊？你拢毋知影？我这个头路哦，有影足辛苦的，也毋过嘛足重要。就神圣，而且哦，搁足甜蜜的。是啥物头路啦？这个头路就是好好照顾你，个小公主、小王子，做恁专属的家政妇。欢迎光临，小姐，请问到电位？有呢，是李亚欣小姐，两位。李亚欣小姐是两位对吧？嗯。今日不是咱两个人约会，想做迄大饼面要带来做点汤吧？哎、我刚才答应讲要陪你吃提拉米苏，我无答应讲干我甲你啊。你只要点提拉米苏啊，你的愿望就算达成啦。啊，也唔过，麻烦切切哦。本来想讲，干那我甲子晴两人俩，今晚无缘无故变成三人行。哼，好啊，你也看我怎甲你创治。雨伞了解阮心肝，落雨你要
看。本来想讲，干那我甲子晴两人尔，即马无缘无故变作三人行。哼，好啊，你会看安怎甲你创治。你也吃袂着啊？是安怎你叫三块提拉米苏啊？就算讲我吃袂着，你是看袂起鬼哦？这么惊呀！哦，哎，既然你已经吃了蛋糕啊，你再马上离开啊！想到我马上离开啊？你嘛咧奇怪呢，这也无人看得着我，我坐这敢有差？无人看得着你，也唔过我看得着你啊！你赶紧离开啦，莫留来破坏我甲雅欣约会的气氛啊！啊！所以你即马带来食甜点，你是咧可怜我着对啊？想要跟我走，那呢？咱来做一个比赛，看咱两个谁先把面头前这提拉米苏吃好完。我若是输，我就随走，安怎？好啊，你讲的哦。嗯。马上来比，你吃下先一点。好啊。预备起。嗯。我怎样？真是多，变成你亏。啊好啊，子琪。大仙，你来啊？啊，你巴肚就枵的吼。不是啦，我是感觉最近店的提拉米苏最好吃啦。哦。对啊，你敢买真久啊？嗯，无啦，我打来啊，尔。嗯。你唔见离开？那呢，我开动喽。哎，这里便宜食。小老我便宜食迄块。因为这块无清气啊，你莫食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食过物件哪有无清气啊？恁食迄拜拜收当的物件，意思唔同款。你点点啦，差死！你敢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？子琪，自从你出院了后，你感觉有看到什么奇怪物件，而且是讲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无啦，我已经好真济啊啦。喂，你唔紧离开，你在创啥？我就是唔离开啦，安怎？你这个囡仔生啊是大汉，连安怎尊重人都袂晓啊？哎呀，你这么是搞地心哟！我就是唔走啦，像起来两个人的关系哦，无同款。你紧走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你紧走！子琪，你有要紧无？你头头一个甲谁讲话啊？我无安怎啦，紧坐落来吃物件。
柯展义到底是咧创啥？我叫伊甲你诶离婚手续跟办办诶，伊安一拖三趟三拖是四人，是要拖到伫当时啦。佩佩啊，你是有甲伊讲互清楚啊无？我无希望即项代志搁再拖落。爸，我应该柯展义讲过啊，也毋过伊就是。入来。阿哥，佩佩。是啊，这啦。 是啊，我阿妹好啊，甲你说多谢嘞。这摆你唔呐，对鬼门关家救倒转来，还佫甲保条这银皮，才袂让柯展玉还佫有钟伟泽这两个唔正囝得较手。阿哥，多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其实吼，我今日过来，佫有另外一件代志要找你讨论。我认为我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啊。是啊。 你讲这句是什么意思？我跟甲阿哥医疗团队讨论过啊，因评估阿哥你的身体状况，只要你照时间食药啊，真紧吼，得当恢复健康，也会用继续管理咱这间病院，所以。 我拍算甲你进前委托我，互我保管的股份，还佫有财产，全部拢还互你。还佫，这是我的此生信，希望阿姑你会批准。是啊，啊你院长都做了好好，是安怎要死结啊？敢讲你甲江小婷的感情会去影响到工作？阿哥，毋是因为我甲小婷的代志，互大家知影，我才要死结的。 但都是因为我要保护伊，只要我继续伫这个位置，我都无时间会用好好照顾伊母仔囝。伊嘛因为我的身份，引起着真侪无必要的困扰，还佫有攻击。佫再讲，我相信钟伟哲一定会想办法来找小婷的麻烦，所以我拍算要带小婷引去英国，毋然会用个甲小熊斗阵生活，我嘛会当予伊佫较好的生活环境。 介人表姐拢安尼讲啊，你就是专一嘛，伊要甲江小婷去国外结婚，也是同居，你就凊彩应。不一定哦，伊若是走，就袂人讲咱病院婴仔话。这林病院形象哦，嘛袂受着影响啊。我是亚双秀赞成哦。爸，阿姑，彭院长，这就是我这个做董事长的答案。我唔管你甲江小婷到底是虾米关系，我就是肯定你的能力。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做代志，我才会当放心。啊，若感情的代志，我徛在我做事大立场上，我要甲你建议，强生是一个真好的对象，阿姑希望你会当好好考虑。阿哥。 我甲庄医师干那是工作上的partner，阮绝对无可能有其他的感情。虽然讲你甲我此生心拆掉啊，不过我想要辞职的心也是真坚定。我希望阿姑你会用阁好好考虑，成全我的心愿。我阁有代志，现在去无闲。 我还有表姐失职，意外认定我也会当好好保护这林便宜。你是不是伫咧烦恼柯展宇的影响我？爸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予迄个无良心的负心汉佫欺骗啊！佩佩，你会当对柯展宇到亲生爸爸感觉真欢喜，但是思瑶是一个人才。 我还有真多所在需要伊斗相共，所以我一定会甲留落。
你这查哪里？当头被你见到这头来给哦！哦，原来你不是头来给，是个高手帮手。哎，啊！帮手，帮手，帮手，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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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公带皮皮去散步，顺便运动一下，就无陪你去发展啊。
今仔开庭了后啊，以后你免受这款的折磨啊。明仔开始你就免惊哦。乖，先坐车。 爸，等我起来走。瑞凤，我知我讲的话啊，你可能一步都接受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真正爱妞妞，你就应该要尊重伊心肝内的想法，甲伊的意愿。你看会怎么？ 做我爸，这表示讲伊心肝内压力大概伊家己无法度承受。若是你坚持要照你家己的意思去做，我惊对妞妞会造成搁较大伤害。爸，我看妞妞心情很大压力，我嘛真艰苦，所以我尽全力去保护伊，免伊咧无安全环境大汉的。安尼伊大家好好想看真少。 到底安怎做对妞妞来讲才是上好安排啊？佳佳会求妞妞啦，我想我家一定会利用这点来争取妞妞的感情。万一去到法庭，法官又搁问妞妞讲，佳佳是安怎苦读，这对妞妞来讲啊是第二遍的伤害。爸，佳佳袂阁阻碍，我争取妞妞感情，伊嘛无机会伤害伊，因为我已经决定，我要跟佳佳离婚。 你敢真正一定要跟人家过节，一定要还跟我同意共款所还的过程。妞妞，你在想啥？爸爸的生日你要到啊，我当年落来送伊一个我家己做的礼物，我伫咧想。 我今年是要做啥好伊啊？妞妞，那么我替伊想好，你当送伊卡片啊，安怎？我细汉时阵就送过啊。安尼哦，那么你送伊粘土蛋糕？嘿，我嘛送过啊。那么你替伊捶背？我常常替伊捶背啊啦。 你拢无用心想，阮爸爸生日袂用遮尔凊彩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妞妞，那恁旧年送伊啥物礼物？阮旧年甲爸爸做伙发明一个烧饼蛋糕，啊结果拢无发起来，足歹食的。后来，阮大家就做伙猜拳，输的就爱食一块。我拢一直输，一直输。 结果，若是够替我食的，足好笑的。不过今年我就做伙过生日。妞妞，你放心啦，等伊吉爸爸生日迄天，我会予你回去替伊过生日的。 妞妞，你即马一定无得体会爸爸的心情，不过我相信，等你大汉，你就了解，不管爸爸做啥，拢是为了你好。好啦，免得烦恼啦，我相信今仔第三届审判，法官一定会将妞妞判下来的。 阿妈，哎，好，来，对了。
今仔日就要三四万啦。啊，万一开庭的结果吼，若无我都把你囡仔带转来，后摆就无机会啊。爸爸，我昨梦迄个梦吼，真歹呢，这敢歹得掉啊？无啦无啦，卖胡白想啦。今仔日开庭吼，我相信法官一定甲妞妞判下来。迄郭佳佳苦痛妞妞苦到这样惨，法官若阁无判下来，这就无天理啊，对不？我唔管啦。如果法官吼，若真正青梅臭屁，人阁甲迄个囡仔判吼杜瑞峰迄边吼，你才甲看。我现场囡仔带来，我就走啦。我才无咧管你什么法律、什么咧规定，迄因兜的代志啦。什么人要抢我的仔囝，我店面就该赔啊。好啦，妈，你莫安尼啦。啊，为了妞妞好，莫啊冲动，较冷静好不好？妈，我相信妞妞今日就会倒来咱的身躯边啊。万一若真正发生上歹的结果，我嘛会甲你同款，但妞妞出来就走。妞妞是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，虽然后来去阮妈拆分开，啊，不过从今以后，我绝对袂让任何人把阮两个搁拆散。对，你即摆咧讲就对啊啦。咱这做妈妈也知影讲，吼，生囝饲囝痛苦，甲迄个心情，你查甫人因来了解，因讲的较轻松嘛，对不？咱就是安尼决定，吼。小囊来，我来开门，吼。妞妞，妈妈，妞妞，妈妈，妞妞啊，啊你哪会来？哈，啊你哪会当这么就来？妈妈，我昨昏梦到你呢，我昨昏梦到你在我的头前。啊！我一直在你叫，啊！你敢那都无听到，啊！你一直行，我伫后壁一直叫，你拢无听到，啊！嘛抓袂着你。妈妈，我伫想你呢。嘿，我心肝惊。妈妈嘛甲你同款呢，我昨暝嘛梦着你，我梦着你有迄个阿母甲你哭痛，你一直哭。妈妈一直哭，有够害怕无？哈，伊有够甲你伤害无？妞妞，要开庭啊！你要勇敢，唔通惊伤害到咱厝里的人，知无？你若想要回来，你就甲法官讲，莫为着阮讲出违背你心意的话。美凤，我唔知讲你即马带囡仔来遮是要创啥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知影，也算是我恳求你。春光妞妞决定要嫁你，那你请你好好考劝郭佳佳，请伊莫阁伤害妞妞，咱若无一定尽阮上大力量来保护妞妞。免咱今日开庭结果啊，我即马带囡仔来。就是要把妞妞交予你，我已经决定啊！我愿意放弃妞妞干何款？老太，你即摆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讲你无要交小姐妞妞阿上？杜瑞峰，话莫白讲呢，你是咧跟阮军孙嘲笑，这句话一句都无好笑。阮这尔老啊，你是唔通讲话来咧跟阮创治呢？哈？我只想要做好这个爸爸应该做的代志。
原本我抓错，上法院假定书，只是暂时的。娘娘一定真紧，我是甲做伙生活。想袂到，会造成娘娘这样子伤害。我伫抓错，我真有勇气。咱小王抢囡仔时阵，就算娘娘疼，我嘛忍心袂放手。俺光发现，根本做袂到。为着妞妞，为了过去笑容，我决定放手。是真实的哟，你真正无要跟阮唱啊哟。是真的哦，美梦哥哥，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上爱我。瑞芳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跟娘娘养我。老大，就感谢你。我今晚妈妈在那边讲啥？总共几个？多谢了，多谢。阿伯，恁家说多谢了。我是为了妞妞才安尼做的，叫妞妞当幸福快乐，我愿意暂时放弃。以后，我就随时注意妞妞的生活，你未来日子。我别阁缺席啊！我得跟娘大汉以后，也决定要电话。希望迄个时阵，你莫阁做动伊啊！这点请你放心，娘娘，我绝对好好照顾，甲伺候金大汉。啊，来伊大汉，伊若成年，伊若想讲要倒去另做归宗，我绝对帮手，别阁阻挡。伊若是决定讲要做官家的人，安尼是上佳好。不过我即马要互你知影，娘娘，阮绝对毋是要霸占，阮对娘娘付出的是无条件的。今日我看你做即款决定，我感受得到，我感受你甲阮同款，对娘娘付出的。是无条件，多谢。真正咱误会遐尼多，咱从今仔开始，咱拢莫阁提起。就参照恁爸爸讲的，恁阿舅妈也是有两个家庭，大家拢这样疼，这样爱，这是你的幸福，家己的福气。阿伯，我嘛要跟恁说多谢，多谢恁十年来对娘娘这样照顾、疼惜，对娘娘付出这样多爱，多谢恁。你敢知影？爸爸拄则看到你的笑容时阵，我就想起当初咱拄熟识，你跟我瑞丰哥哥的时阵，咱做伙吃娃娃，做伙受罪，迄个时阵，咱过啊足欢喜足快乐的。娘娘。等下挂卡，爸爸要祝福你，以后日子会当快快乐乐，无烦无恼的大汉。
娘娘，卡叔爷爷，你今晚敢不敢叫我一声爸爸？ 娘娘，你叫我出来要紧啊，爸爸继续等落去吼，我会等落去。看我叫人甲皮皮，啊，搁你功课送过来，吼，就先安尼啊，娘娘，拜拜。 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叫我一声爸爸，爸爸真欢喜。娘娘，爸爸有闲时阵，会过来看你。娘娘，拜拜。 今卖我，因讲是完全无人会听话，钟伟珍嘛已经大势已去，我完全爱搁家己想办法。万一我连医生的资格都予人注销，那你我一世人都拢无有去啊！只有佩佩是我最后的希望，若是佩佩愿意搁甲我斗相共，我才有机会同我翻身。 多谢江小婷，我会必哦，对我真大的帮助。我阮真刚对钟伟哲顶罪机会，啊，不过最近你也较注意，钟伟哲真是亡命之徒，随时有可能会找恁报仇。恁出力就要较细腻，千万莫听。我知影，嘛多谢你这段时间针对钟伟哲的事情案，这么认真仔细地调查，互阮这里的病损失愈来愈少。这嘛是阮家的爱子。 你是在做啥？金小姐，还要那么霸道，我敢呼叫干唔着。什么金小姐？你是柯太太，我柯展玉太太，你对我安尼卡来手来，对我敢会受过无尊重啊？政治长官，卖菜，今日多谢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安尼我先来走。佩佩，你安怎无？放手啦！我就讲我要离婚啦，我唔是郭太太。而且吼，我叫你来请你办离婚，你坚持袂记面，什么意思啊？佩佩，我这么爱你，我哪有可能答应离婚？
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爱你。柯展宇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叫你不准接近鼻、接近皮皮一脚步，你哪会拢无咧甲我信道嘛？爸，你要安怎做法我拢无要紧，也毋过我对皮皮爱是千真万确。你点伊？你爱我的命，你也敢讲你爱皮皮？你讲这话，鬼才要相信。甲拖去检察局，讲伊来质疑皮皮乱代志。是。佩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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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，我对你爱，你别怀疑，我一直等，等到你愿意原谅我那一天。稍等呢。哇！佩佩，唔免报警察，伊若是敢过来，赶快走就好啊！我相信唔敢来乱。伊是唔敢乌白来，但是伊的面皮遐厚，一定会过来甲你高高甜。我就讲要离婚啊！伊哪有可能跟我高高甜？柯展宇，你莫两尊讲你无要签离，我就无法度离。我会到找律师拍官司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咱一定会当离婚的。佩佩，佩佩，不管安怎，我拢袂离婚。你听我讲，我无别的办法，会当证明我爱你。也不过这是我上真心的话，除非我死，也那么我永远是你的红婿，我绝对不允准任何人抢走你。你莫搁花啊啦，紧走啦！啊，若无我真正叫警察抓你哦。柯展宇，你走啦，莫搁乱伫遐，你紧走。好，我走。也不过我不是要甲你高高低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。我对你的真心，佩佩，我永远等你。小林，小婷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所以小婷生囡仔，当然爱由你亲生妈妈来改做过来啦。我记得真清楚，当年我生小婷的时阵，胎位不正，生二十几点钟，医生跟我讲，我的状况真危险，爱我剖腹生产，啊，不过我坚持不来。因为我怕剖腹生产会去影响到囡仔，迄个时阵我痛到要死去。啊，不过我今麦看到小婷变成安尼，我的心比死搁较痛苦。是咱亲像想的遐尔啊单纯啊，就亲像这汤一定要放姜丝，才会提味出来。啊，个人对小婷的爱，伊嘛是豆豆控，豆豆煮出上精华、上营养的汤，安尼小婷啉了，伊身体才会真健康啊，敢是？试看卖，是啦，咱这两个妈妈拢真爱小婷，啊，不过咱两个爱是无同款的。你会当事事行行顺意，不管伊爱啥，万分啥，你拢会支持伊。但是我最大的希望，就是莫让伊受苦。伊甲钟伟泽
是人生中的痛苦。啊，不过，伊甲方思瑶斗阵，煞是伊人生中的错误。伊的人生上青春的十年，已经因为钟伟泽浪费掉啊！我这亲生妈妈，袂当让伊后半世人拢活伫个错误当中。其实咯，我的个性本来是真保守、真传统，总认为讲，查某人干哪会当爱查某人？两个相爱、结婚、生囝，做伙一世人。一直到小婷和思瑶坚定的爱，够幸福的笑容，才改变我的想法。咱做时代。只希望家己事事当过了幸福快乐，敢毋是？即摆甲思瑶会当帮助咱完成咱的心愿，我家己查某囝死，永远袂阁倒来。即款的痛苦你嘛体会过，敢毋是？若是因为你一再反对，要小婷离开，伊若坚信要闪避你，帮我离开这个所在，互咱永远找无，安尼阁无价值。张慧萍，你根本无资格跟我讲这话。小婷，我死都无可能接受小婷跟方思瑶的感情，因两个想要做伙，无可能。就亲像这只汤同款，我甘愿倒掉，另外煮一点新的。我会把小婷带走，离开台湾，重新开始。你哪会这么固执？你莫阁讲啊！爱我和你做伙，除非我死。小丽，曼娟，曼娟，你房间内怎样啊？因为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，你把手开开。是啥物 surprise 这么神秘？来啦！你把手给掰开啊！哇塞，曼娟，这是今日特别优待你，和你做外人客。那我这是别人，就算讲排队，嘛无这款待遇哦。真好。干杯。人拢讲，女人心海底针。这个曼娟心肝内到底在想啥？我真正是啥拢无。今仔日雄雄这样温柔体贴，想知影明仔载敢会阁变面？伊到底是安怎看我的？我伫伊心中到底是毋是有分量？人非爱做真心传的，你爱看起来无啥欢喜啊？我是廖尊公，你还搁在气我？哪有？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？我真正是气你讲，你对跟当署长做一款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！也唔过去言之嘛知影，是总委在跟你安排，我当然嘛无生气。还是你想要我用较早的态度对待？也着讲，当然是嘛，这个温柔体贴的你。啊对啦，今天不是爱你甲佩佩离婚，搁要甲你赶出病院，啊你要安怎？
你干嘛烦恼家己的未来？我付出的心血，全部拢放水流啊！我当然心疼。你别烦恼啊！你跟我，等你跟爸爸离婚了，咱等公民进来做伙啊，对面跟人讲伊那话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确实足感动的。也毋过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袂当安尼一条查甫人照顾。为着要予你过较好的生活，敢袂当请你阁忍耐一下？我即马暂时也袂当甲佩佩离婚，安尼我才有机会会当东山再起，重新掌握贷款，袂当好好照顾你。下面有你照顾。之前跟你认识的时阵，我都有讲过啊。钱我有，我要紧的是你对我的爱是不是真心的。假使你需要创个基金，这应该有够你发挥啊。顶届我看到曼娟遐过来伊的合作契约书，我想讲这拢别人投资的。想袂到，伊个人还阁有这么多财产。过去卖怪爸爸啊，非得伊迄个大小姐脾气，我嘛无法度阁忍受啊。假使你愿意，我愿随时跟我阿姨辞职，来去跟我重新开始。袂用的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毋是食软饭的，我免哪会当接受你的钱？你乃无了解我的心意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是咱的钱。除非你不是真心爱我。我当然真心爱你，曼娟。你对我来讲，都是天顶的女神。你愿意欣赏我、重视我，我都已经足欢喜了。我对你怎有可能不是真心的？虽然我最想要跟你做伙，也毋过，我嘛是爱保护我家己。你还是毋肯相信我？敢讲真正我破成功来证明给你看？毋是啦，人只是爱你，给我一个浪漫、真心的求婚。你还是不肯相信我？敢讲真正我破成功来证明给你看？不是啦，人只是爱你，给我一个浪漫、真心的求婚。求婚？要看哪讲，查某人重视的是迄个感觉，就看你安怎做。新问题，我答应你，明仔载我让你看到我的心意，可是？嘉熙啊，奶奶为了拭目以待了。李哥，总裁，你有人客？你去煮一杯咖啡。是。小李啊，请坐。看到我，我相信你应该知影我来的目的。陈总裁，我拜托你，
手洗牙冠，帮阮刷。我知影过去的代志，是阮阿母亏欠你。你爱阮阿母补偿你，阮一定会尽力做甲到。请你替小姑嫂，和天祥较早转来，好无？歹势，你的要求我做袂到。其实我的答案，你早就应该有着。当年阮先生生意失败，我去找恁斗相共的时阵，恁嘛是共款不找我。我今嘛只是一步行一步，连利息拢无算，安尼对你已经是一客气啦。方玲，陈总裁，当年恩怨是阮唔对，你是有度量的人。请您莫阁跟阮计较，代志已经过了遐尼久，你即摆的事业嘛真成功，请你原谅阮，帮阮煞好无？天祥有悔啊，我真正烦恼伊的身体袂堪，我拜托你。我深深给你拜托。张小丽，当年你跟阿婆害我家破人亡，这笔账我是绝对不可能放袂记的。阿哥，我的囡仔，一直到今仔，拢无伊的下落。我的人生，我囡仔的人生，敢有法度重新过来？这你要怎样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我无法度去，我规个给你毁失的。是我唔对，是我唔对。是阮阿母当年想过小贪，所以害你家破人亡。只要你会去，会当消，我即马甲你磕头赔罪。是的。免啊。我靠近你，我虽然都会气啦，甲目屎啊，我是不可能，因为你甲我跪落来，甲我磕头，我就当作什么代志都无发生过。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会当离开啊，我阁有代志要保佑。陈总裁，我拜托你，请你原谅我。请你自重。你甲谢天祥总爱有一个人，为着当年的过错付出代价。在我叫警卫离来之前，请你离开。啊，若无，到时阵场面歹看，我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陈元凤，我就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为着今仔所做的代志付出代价。雅欣，歹势啦，
请林嘉宾受你看笑话啊！不要紧啊，啊，不过就是最近你的状况不是讲真好，你定定定等去病院复诊，啊，唔当让我替你烦恼。你烦恼啊？会啦。哎，你先落卡车来啊！那不是我女朋友给我邀上来，我来叫你弄掉啊嘞！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这边安定安呢，咱紧过。行。我是安怎爱放手？我是因为蔡妈去有车弄掉，才看到你的手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放手。我爱蔡妈。你敢真正不爱蔡我？我。我知影。我知影你袂放我一个人，我真感动。在我上困难、上需要人陪的时阵，你无弃嫌我，阁愿意跟我做伙。你嘛从来毋捌弃嫌我，你安怎对待我，我就安怎对待你。你讲的哦。你又来破坏气氛？什么？我破坏气氛啊？我出现气氛是咧外摆，你两个拢家己家都真无人看，你哪着要紧我？你第二是破坏气氛啊？子琪，你是不是搁看到啥？无啦，我来干来哦，只有你啊。喂，妈，我人伫外口啊。啥？有重要代志，我马上过去。
好，我知影。雅欣，歹势啦，我袂使送你转去。无要紧啊，你妈找你已经有要紧的代志，我改叫你送就好啊。那安尼，他拄仔咱未完成的代志，敢袂使找一个无人的所在，阁继续？我改再阁讲啦，我先来转啊，拜拜。妈妈，赶紧来这里看！你咧这烦啊？咱大家都破坏我好事啊！你敢会使甲我讲，到底有啥物所在你袂出现呢？我袂出现哦，有啊。那呢，以后你两个要约会哦，就约去庙里念经。啊！啊！小气鬼，这个查甫囝，连讲生笑都袂用的哦，到我啦！坐半点钟啊呢，恁到底是带什么人客啊？这大白了。哎妈，咱到底是咧等什么重要的人客啊？咱已经等足久啊呢，超过半点钟啊。我卡一下电话。喂，老邓啊，我甲子琪吼已经到啊啦。恁在金山哦？哦，不要紧啦。看起来，恁千金哦，对这届约会真重视哦。嗯，我来等你。再见。妈，老邓的查某囝，伊想要去金山。哦，我甲老邓讲好啊，要给恁两个少年人哦。纪念约会者，妈，所以你讲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怪我来遮逼我相亲啊。人老邓的查某囝条件袂歹呢，我安尼做是为你设想的。你明明就知影，我心内甲伊人是啥。子琪，最近厝内底发生的代志。你最清楚，因为陈仁凤的关系，咱今嘛想要将天成提倒转来，真困难。若是老邓肯甲咱相挺，咱就有机会。甚至恁爸就唔免坐监。妈，你今嘛想要出卖我的感情，来我家做事呀？你这是什么口气啊？哦，啊你拍到大来要创啥？甲我踹一条呢？那是有其他的办法，妈敢需要安尼顾家你？为着要救恁爸，我家己已经去找陈仁凤，甚至跪在伊面头前甲伊回失礼，伊就是唔肯。妈，让伊逼到，我真正想无办法啦。妈，我嘛真想要救爸，要唔该用对的方法嘛？你有甲我教过，江湾的水果是袂甜的。勉强的爱情哪有可能久久长长？一定出真侪问题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更加打拼的，我会想办法把天成提回来，把爸救出来。要不过你敢袂使莫再勉强我？有志气真好，啊！不过你拄则讲的话，不是你想的遐简单。准讲，予你五年、十年，甚至二十年，你嘛无一定做会到。妈，你是安怎会这么无信任我？我相信你。阿姆哥，我无时间予你去饲啊！你饲一工，恁爸就要予人加关一工，陈仁凤就会加嚣摆一工。子琪，你听妈的话，甲老邓伊查某囝交往看卖，伊若是做你的丈人，伊一定嘛会甲咱斗相挺的。妈，我唔相信甲这办法。一定有其他的路通行。
那是有其他的办法，妈妈袂逼你啊。子琪，我甲恁爸，予你一个好的背景，予你享受，甲你栽培。敢讲你要这么自私，为着你家己的爱情，唔肯顾全大局？妈，你安尼做，你就唔惊我忘乎你？我若甲你爸将天星提倒转来，以后嘛是放乎你。我甘愿即马乎你怨恨，我嘛无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过了真艰苦。你莫阁替我做借口啊！我的人生，我家己要做决定。子琪，子琪。展玉，为着要嫁你，我无顾一切，加有心。不管别人安怎讲，甚至为着你，甲阮爸爸闹到无要领我这个查某囝。你是安怎要对待我？是安怎忍心我绝情？是安怎？到底是安怎？爸，这么暗吗？哪会不爱睡？爸爸，就看你暗顿拢无吃，心情一定真歹。爸爸专工去煮你细汉上爱吃的素菜蛋花面，来，趁小紧吃。你安尼付出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啊。要唔过我做袂到，我是真正就爱展玉的。若是离开伊，若是无伊，我真正唔知我的日子要安怎过。爸爸会当陪你啊。人生就是安尼，有失必有得。若讲要做到放下是真困难，但是若一旦做到到，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当阁重新站起来。爸，是的啦，让你烦恼啊。也毋过爸，我拜托你。再给展玉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伊一定会改，拜托了，爸。讲早囝的，可展玉袂改啦。爸爸不是烦恼伊霸占我的财产，爸爸上烦恼的就是你。到落尾啊，受到伤害的人是你。你听爸爸的话，莫阁插伊啊。来啦，面紧食，啊无若冷去哦，就歹食。
卡这大来要创啥？这个沙包跟你是有关系无？哎，我即摆心情不好啦，敢会使麻烦我一个人安静一下？啊，你是一个人啊，我也不是人啊啦。哎呦，你莫跟你生气好无？天下父母心，虽然你爸嘴讲是较歹听啦。也不过伊嘛是为你好啊，伊真正有伊的立场甲无奈，你也较体谅伊。我知，我嘛会当体谅，也毋过阮爸你一家，我甲阮妈心情拢嘛无好，阮爸的官司，毋知影要偌久才会当结束。明明就有其他的方法会使解决，谁让阮妈要出卖我的感情？安尼，我真正感觉我无受到尊重，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唔是安尼。恁妈是惊你会吃苦，所以伊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帮助你、会当让你减奋斗几啊十年的好无？所以伊唔才会。你有够知影？你也唔是阮妈，你阁遮尔啊少年，你根本就唔知影阮妈咧想啥。阮妈根本就无了解这段感情对我来讲有偌重要，伊考虑的拢是现实的问题。唔是安尼啦，恁妈真正是疼你，伊唔才会做这款安排。你莫再讲啊啦！我无想要再讲着阮妈，你掂掂啦。嘿，我是叫我掂掂，无陪你开讲，你会愈准诶。啊，若无我讲笑话互你听，互你欢喜一下。我不爱啦，我无想要听人笑话。哎，啊，若无咱来跳舞，我正好跳舞诶哦，所以我毋再叫小舞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跳舞。哎，你放手啦！别在弄啦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哎，别啊！就靠搬嘞！哎，别进来！哎，别在死啦！就进来嘞！喂！心情较好啊吼！哎，你真正是一个开心鬼呢！你在生的时阵，是不是大家拢过了这么欢喜啊？你敢有算过你家己会当活偌久？哈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唔是要来跟你讲你什么时阵会死，我嘛唔知影谁会当活偌久。也唔过，我嘛唔知影。我竟然这么少年就会死去啊！哎，你想看卖，那是一个普通人，平均会当活八十岁，那呢，八十乘以365天，总共29,000几天呢。啊，你看，那亲像我，我的时间无超过10,000天，啊，但是这10,000天，我拢活在悲伤当中，安尼唔是想无价值啊？角度来看，世间上无啥问题算是问题，只要活咧，就还阁有希望，还阁有机会。所以恁哦，还阁有性命，恁就爱好好把，爱正面思考，唔通亲像我，啥物拢无啊，啥物快乐的，啥物梦想都无啊时阵哦，你想要哭，阁唔知要为啥流目屎咧，再来后悔哦，活的时阵无好好笑一个够开。我听你讲到安尼，我拢开始同情你啊。你是我唯一会当接受的人，我袂目睭金明看你伤心的。你放心，你妈迄边我会替你顾条条，我会做你的保镖啊。有啥物行动我会通知你的。啊，你就把我当作是你养的一只小鬼啊。那安尼，我唔着爱买较济糖仔饼互你。好啊，非得多多益善，我唔惊蛀牙哈。嗯。什么意思？
你款衫是要去倒位？你不是把妞妞送回去我家，而且也放弃金翠爷跟何款？啊，不是我逼你安尼做的啊！既然安尼，是安怎你搁要离开？无唔对，是我主动放弃妞妞跟何款，那我原因是啥？你上清楚。佳佳，是你无了接受妞妞，你用遐侪卑鄙的手段，害离开咱家，所以我替妞妞设想。才不忍心做出这个决定的。我已经跟你回信了啊！我再讲，我巴肚内底嘛有咱的宝宝啊！敢讲你要为着妞妞，一直跟我过去，完全不顾咱的宝宝啊！以后宝宝生落来，我是要安怎跟伊讲？伊的爸爸一点仔拢无关心伊。我无不爱咱的囡仔，我真爱伊。我只是希望伊这做妈妈，会当忍尽辛苦。这段时间你做唔到啥，等你真正知影家己做唔到，知影反省，安尼，咱才有可能继续落去。瑞凤，你安尼做对我阿公爸爸讲公平。这段时间，你把所有的心思拢放伫阿妞妞的身上，你敢有不要去做生计？你敢有陪我做伙去买宝宝的物件？无，所有的代志都是我自己处理的。我把所有的代志拢打落来啊，是安那？你搁要把清楚妞妞不顺利的结果撒给我？顾佳佳，你到底什么时阵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？好，就算这段时间我较无闲，无时间陪你，让你感觉我无重视你。啊！我就算是安尼，你嘛袂愿意再留去求妞妞啊！讲来讲去，你的心肝内只有妞妞，完全无我阿哥、我的爸爸。既然爸爸出事了后，没有爸爸的疼惜，不如就莫让伊承受遐个痛苦。你到底要我讲几遍啦？我无买你这囝，我真爱伊，你无需要伊来威胁我。佳佳。对你真心悔改，阿老婆，我真正无得面对你，咱的婚姻也无可能继续维持落去。你要逼我着着？我只是爱你下定决心改变，阿老婆，最后咱是离婚好啊。佳佳，咱后一步要安怎行，要看你安怎走啊。所以坚持要离婚，那安尼，咱这下集团，嘛爱面对经营的问题，这点你跟我想清楚。佳佳，你嫁也是杜瑞峰，你认为我敢无想过效果？你用囡仔威胁我，我无你烦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有把握，就算最后我跟你跳过。我也是能力，把这也报落来，所以这点无需要你烦恼。我不准你安尼对待我，你安尼对待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不准你安尼对待我。放手，放手！佳佳，佳佳，你要紧无？你要紧无？不是你也该放心，你不是要走？你走啊！你走！你想超过我，我袂跟你离婚的，我袂跟你离婚的。到尾必须要出头甲求婚啊！伊即马只能甲希望寄托在查某人身上，真正有够可怜。
人嘞？爸，你带雄雄想要出来散步。爸爸出来行行的哦，安尼对身体较好啦。贝贝啊，较等下你就知影，爸爸是安怎要招你来吃。也毋过今仔日的天气足寒的呢，好佳哉，我有准备围巾。来。啊，也是查某囝较大心。贝贝啊，你是爸爸这世人上该疼惜的人。昨晚不管爸爸做什么代志，拢是为着你好。尤其是逼你甲柯展玉离婚，也是为着你好。嗯，我知影。但是我看到你安尼，敢那对柯展玉还阁真忍心，一声声句句讲伊真爱你，伊绝对是咧骗你的，你唔通相信伊。沈曼娟，阿姨在创啥？伊是不是拄着什么麻烦啊？我只讲出我心内话，我都会讲不完，所以我用写的，让你看到我的心意。中风了，曼娟，请你记好我，我就抓，我只是人敢爱你一个。我爱你。拄只柯展玉才讲有偌爱你，即嘛一个外头就甲别人求婚，伊讲偌爱你，鬼才要相信？
不可能！伊是沈曼娟设计，伊就是沈曼娟。沈曼娟是要设计什么啦？一个一无所有的柯展玉，沈曼娟为什么要给他设计？是柯展玉家己主动的，伊安排这个场面要家己求婚。你卡今嘛搁咧替伊讲话，你实在有够戆。曼娟，今嘛的我，什么拢无。我敢来当上你接受会，要不过我以后一定真拍拼，不管是豪宅还是珠宝，我都会给你，会给我的女神。我不在乎，我想要怎样？你是不是真心爱我？当然，你是我一世人的唯一。要不过恁太太陪陪嘞，你不是还未跟伊离婚？我已经准备要跟佩佩办离婚了，这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。当我跟佩佩离婚以后，我就自由啊，我就完全属于你一个人。要不过我们哪会知影，你是不是让恁太太挂出来，要走来找我？无你靠，你上来是金配方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。当然不是。我爱的人一直拢是你，无别人啊！我甲佩佩婚姻一开始就是结束哦。我对伊并无感情，一直到我拄到你，我才开始有恋爱的感觉，我才知影真正爱是啥物。那呢？我应该安怎才能相信？我会当酒庄。买单，让所有的人来做我的见证。约水巷这里的见证，我来做见证。你在底下，戴彩玉，你不是讲你袂放弃咱的婚姻？啊，今嘛嘞，咱都袂离婚嘞，你又跟沈曼娟求婚啊？你是怕什么好梦也真要离啊？你跟我斗对啥？不是啦，佩佩，你误会啊，我无骗你，我无骗你。本来都想讲侬是在骗我，柯展玉，我差些没相信你呢。你害我这么感动，原来我只是一个备胎。不是，你绝对不是备胎，我真的无，我是我。你想哪？啊？对啊，你想哪？你讲啊。我是。我我爱佩佩，我也爱你。我是真心话，无你我会足痛苦的。你一定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爱，我绝对无骗你。失去你任何一个人，拢会让我感觉足痛苦的。这个表示，不管怎，拢注定我这一生一定要痛苦。我就希望。我会当变作是两个人，你敢知影？你是
想要变做两个人。好啊，我今天就让你变做两个人。一张也无效，既然拢是假账号，免查，因为。咱拢去予钟伟哲骗去啊！伊根本无甲钱放伫瑞士银行。真可恶！钟伟哲哦，必然是要跟我干杂，竟然连江小婷伊嘛无信任。一摆哦，叫走去。钟伟哲真正无好对付，伊连咱放伫伊身边的追踪器拢找着，毋若干巧，做代志阁真顶心。对个，咱后一步要安怎做？你加派几个人去保护江小婷，还有方思瑶，还有紧叫人找看卖，钟伟哲到底藏在什么所在？绝对袂当让伊有任何机会去伤害伊两个。我随意安排。钟伟哲，我一定要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偏僻啊！平常时根本就无人会来遮，而且这火龟也毋是登记我的名，我就毋相信有人会查来我的头壳顶。朋友，有想爸爸无？爸爸是做什么的？这爸爸上爱闻的，就是恁的味的。恁大家乖乖伫个家，爸爸一定好好保护你。你是爸爸的，你嘛是爸爸的，你每一个都是爸爸的，拢是爸爸的，每一个都是。真济代志，你敢搁敢相信吧？别人以后你想疼惜的江小婷，
都已经没信任你。哥俩真讲，你看伊瑞士银行本票是真实，吃个败。这世人，只有我总会做反背人，绝对袂有任何人有机会来反背我总会做。我最近真是水到一个无路行的程度啦，做啥物拢失败，都连甲曼娟求婚，你何必要看到？这下皮皮是无可能搞好好啊！那年我一定得甲曼娟聊完，我得卡，我还阁有机会东山再起。曼娟哪会甲金志玲行做伙？心动，多谢你。皮皮看到柯展玉在甲你求婚，伊总算觉醒了。啊，若无我那个苦劝，伊拢认为柯展玉是真心的爱。多谢皮皮出一解疼，伊才彻底对柯展玉死心。今仔唔免解释多谢。我咧做是为着大家好，孙杰。我来做。原来我好一骗啊！我就是让曼娟世界更欺骗的人，可恶！柯展玉，你在创啥？你敢跟这里讲的话，我全部拢听到啊！原来这一切，拢是你敢跟这里挑工要设计我，你是安怎来骗我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一直在创治我？无过这段时间，你利用新计构在想骗我，无爱跟我做伙。你挑工把我骗到玲珑社，都是要把我不好到对无？我无啊，展玉，你是咪误会啥？我无误会。你甲今这里还阁袂要叫来，看我对你求婚。就是要把我毁掉！你甲金志玲讲话，我拢听到啊！你搁想要硬拗？我会安尼做，可是因为我爱你。我无法度忍受，你甲金佩芳阁继续高高低落去，你一定肯离婚。操心的人是我呢，所以我只好叫林志玲带金佩芳过来，让伊亲目睭看到这一切，看到咱的感情，安尼伊才会肯放手。我安尼做拢是你逼我的。你猜我。
看你逐天拢爱登去金美芳的身躯边，逐天拢爱困在伊的身躯边，我的心内偌艰苦。因为你头拄仔对金志玲讲话的态度，实在无亲像你讲的安尼。我得安怎才肯相信？你不是讲你爱我，除非你完全变作是我的人，要那无，我什么都不相信。想。